腾腾卤猪脚，油亮外皮超 Q 弹，熬煮15个小时卤到上色。台湾传统味猪脚便当能拿下菜市场便当金赏，料理有美感。我们的特色就是用低温长时间炖煮它，不用加香料，保持肉最大的原味。同样也是古早味得奖，五花肉用的是温体黑猪肉，花雕酒调味卤2小时，还要加入灵魂角色客家彩豆。客人会打电话来讲说，这样我们都买不到，但是菜豆干真的是取决也是不易。菜豆得晒干后放一年才够香，量有限，所以便当一天只够卖50-60份。沙朗牛肉在坚果里飘出肉香，主打少油少盐，搭配石骨饭，来个精致摆盘，看起来很不菜市场。今年其实参加第三年了，传统市场它已经慢慢走向这种年轻化。创新料理拿下首座便当金赏，还有菜市场卤味摊、口水鸡、鸭赏、猪肝也受评审青睐。这碗牛肉条、牛筋都能尝到的牛肉面，同样得到金赏殊荣。市场带路美食，天下第一摊大会师。三立新闻马志浩、谢淑敏投的。